这个还是我兄，谢谢哈。还有我们这个郑凯总经理，还有在座各位贵宾哈。那本来也是答应两点就要来，不过因为唐部长开会，所以就稍微挪到这时候来跟大家感谢啦。那尤其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建构无限未来赋能产业，以及对于这个 AI 新时代的部分，好，光刚刚来听海硕兄讲就收获很多，所以前面没有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损失很多哈。所以你们大概一下午下来，我想应该是收获满满。那尤其面对这个新的科技哈 ，ChatGPT 之后呢，大概去年好像这个时间也没有人特别想喊，大家都还在讨论元宇宙啊等等哈，直到这个脸书一股价大跌之后呢，这个突然之间有一个 ChatGPT 横空出世啊，其实它背后很多年的累积，好，所以所有的这些发展其实它不会一系出来，可是它背后是一点一滴去做努力的。好，那我想，在这个势头上面，其实，我们庄凯兄他们带领的团队能够办这样的研讨会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非常高兴，能够跟大家一起做各行各业的数位转型。好，那尤其我们去年8月27成立了哈，所以我现在也是算新创，然后本来在20几年都在经济部服务，那去年成立之后就到数位产业署担任这个署长的工作。那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哈，这个有人则气，无人则止哈，这个气质很漂亮哈。那其实我们人力银行其实就是帮忙做人才的培训。那尤其这段时间，其实如果你有看到他们，其实很多这个讲座的部分，其实可以线上啊来去学习哈。那像包括今天这样的研讨会，所以刚刚海硕兄说他这个因为色盲，所以大概有点颜色有部分看不到，但是心中有蓝绿嘛，好，蓝绿他看得到，就是好像可能有些心中有白嘛，所以不一定啦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信仰。不过回到 AI 去做生成式的图片的时候，其实长出来的色彩是非常的动人，非常的鲜艳，所以有空也可以去买他的画册。 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也没有帮你打书的感觉，还是你等一下在外面可能有一个签书会啦。那我想这个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就是等一下还有一些语谈，那我想也会参与来讨论，来跟大家学习。我想这个其实那个侯宇秀在人工智慧学校其实是长期这样帮忙，所以我想台湾这块土地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他的专业，然后在这块土地上无私的奉献。我为什么跟他认识那么久？因为我以前在当电资组组长的时候，他就是律师哦，他是帮我们看这个条约的律师。好，那后来他就一路走，走出不一样的路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他的专业啊，往在数位的时代，其实可以让他变成拍行人。好，那大家一起为这块土地来创新哈。所以要特别感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至此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感谢署长。动动手指，转发起来，点点花束，按赞起来，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